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一井二I围着方程是一根，行不行？麻烦你哦，先把 AB 为实数，这需要画起来，因为 AB 为实数啊，这时候有一根是一井二I，那另外一根一定是几？一加二I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在 AB 系数都是实数的情况之下，我可以知道两根，这时候两根为多少？啊，所以说两根为一个叫做一井二I，对吧哈？那另外一根就是一加二I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时候有几个根？有两个根，对吧哈？所以说一个叫一减二 i， 一个叫一加二 i， 所以马上解出来两根之和，把这两个相加行不行？所以说把这两个相加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负的一分之 a 是几？负 a， 两根之积，把这两个相乘是几 ？a 分之 c， 一分之 b 是几 ？b， 这样行不行？之后麻烦你把 A 和 B 算出来行不行？去算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稍微把这边整理一下，减 2i 加 2i 可否消掉？可以。1加1是几？ 2， 所以2等于几？ 5 a， 这样行不行？把这边相乘好不好？ A 减 B， A 加 B 乘起来是几？ A 平方减掉 B 平方， 1a 平方1减掉 B 平方是几？ 2i 平方4倍的 i 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i 平方多少？负一，负四乘负一，四，一加四是几？五，算出来五会等于几 ？b， 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，把这边算出来结果 ，a 是几？负二 ，b 是几？五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